学校唱歌给你们听。等很久了，然后你们今天开心吗？好，那我来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阿福，然后出生1976年6月20日。刚刚唱的歌曲来自于我这张专辑《天空岛》里面的一首作品，叫做《Me and You》，然后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有一点跳换朝代的感觉，希望你们会喜欢这首作品。